好，本课程呢实际要探讨呢，并联系式的电器的一个自动控制器的一个工作方式，并以实例呢来说明呢它的工作方法。自动控制设备的一个输出大小呢，指定为不连续值，且多点行为在不使用电器机械或其他量度器时呢，能由电子或电磁线路产生者。称为不连续的电气自动控制器，它的输出组件呢，通常为介于多点组件的保护开关，或者为无接触的开关组件。两点式的一个自动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就有两种状态，在图中所示是最简单的两点式的一个自动控制器，也就是说呢，它走的一个由这个双金属片呢来控制呢这个接触点的一个开关。看他走的是要不要进入回收电阻，或是不必，这样的一两条回路再走。双金属温度感测器比在控制大小之私有值内超过应有值时，可以使接触跳开；当私有值低于应有值，则接触为这个关上。有些识别可以看出，当控制大小上升而达到 SO 时，自动控制的器件会取 off 的位置。而当控制大小下降是 SU 时，自动控制器呢会起 on 的一个位置。那 on 跟 off 之间呢，之差呢 SD 等于 SO 减掉 SU，称为开关误差。它当然可以永久磁铁造出，这是个标准的一个两点式自动控制器的一个基本的特性。简单的两点式呢，自动控制器是动态行为中，当控制大小突破 SD 时。双金属片慢慢的跟着变化，直到它达到临界距离，让永久磁铁吸引为主，即涂掉到开关动作经过一段时间。好，这是另外一种这一个具有类似 PID 行为的一个电子两点式的一个自动控制器。那其中主要呢，这个两点式控制器是在中间下方的这个位置。相对应的这类电阻、电容还有参数呢，在这边呢，右边呢，叙述上的一个说明那主要呢，它的控制呢，就是由 SK 输入，然后经外界呢回收的一个输入位置。另外呢，它经过一个两点式的控制器，然后从输出端呢，直接呢回收呢这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延迟跟。提前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图一个识别线，然后再回到呢我们这个输入点之间呢做比对，做比对。量度感测器呢输出的控制大小的私有值，应有值给予器呢为可调整的电阻 SK，在一直流费时用电桥产生呢相对应的控制误差 SW 值电压呢，使电压呢与电阻 S 及 SK 成比例。这个我们是可以从电流上面来看出来。好，在电子两点式自动控制器的输入端呢，有一故意引入的开关误差，就像 SE 呢等于 SW 减掉 SR 负的 ST，小于零呢则继电器二动作，而使线电源输入自动控制器的一个电流是一。同时辅助直流电压加以回收电位器 SP 上，如 SE 等于 ST 即大于零呢。电流是 ESP，它的电源脱离关系。好，上次的自动控制器的过渡函数可以自 S 以后呢是导出，我们可以定呢 SR 等于呢 SW 加 ST，当它 on 的情况下，SR 等于 SW 减 ST，当它 off 的情况下，继电器是电流是即回收的 on 或 off。好。单位图跳呢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定义呢，SW 是一呢，我们带入呢原来呢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得到呢 on 的时候 SR 等于一加 ST，在 off 的时候 SR 等于一减掉 ST 这样的一个值。好，那根据前页图呢所示的区块图中，我们可以把回收视为一个区间，它的输出大小为 SR。被两点式自动控制器的开关 ST 调整值因为一。好，那整个呢SR 回收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它
回收纸呢，它算是两点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形。这个呢，在我们两个范围里面，一，刚前面的这个试纸，这个试纸 ，ST 跟减 ST， 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得出来，这个范围就是上面这个图啊，上面这个图，就是在这个一加 ST 跟一减 ST 范围里面的一个脉动。那它的输出呢，波形呢，就是下面所看到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波形啊，那启动了一个波形啊，那右边呢就是呢我们 OS 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心情，它阶梯式的曲线的一个上升，然后呢采用不连续电子控制的一些优点，不连续式的电子自动控制呢可以具有如连续自动控制所有之输入参数及控制参数之调整范围，同样的在价格上呢及自动控制器的体积上，不连续的及连续式也差不了多少。不连续自动控制器也具有以下之优点啊 ：A， 操作马达之功率不需继续不断的加以操作，只需隔一段时间再开或关，因此不需要连续功率放大器，而用保护开关来操作即可。B， 操作马达可以使任意的马达转速。可以操作之控制马达是没有必要的。C， 操作马达永远以最大的转距在操作，无需考虑静摩擦之问题。D， 具有较高的脉波频率及电晶体开关之功率，不连续式的自动控制器较相同的连续式自动控制器设备所花费的精力更少，而结构的组件之利用也较佳。一，如自动控制器件呢，具有相当大的存储时间，则两点式的自动控制器是具有类似连续性的行为者，在自动控制动态行为上，可能较线性的连续式自动控制器为佳，此一优点不受不连续政府识别性的这个影响。在本课程里面呢，我们说明了这一个啊，不连续的电子控制器呢，它既有多项的一些优点，在这边呢，它的啊不连续性啊，它的电子控制器呢，也具有连续性电子控制器的一个优点的一个情形。好，谢谢。